各位电视机观众，大家早，又来到我们凤凰蜜的时间，我是何怀珍哦。在昨天的大盘果然就呈现什么碟升也超跌，一定反弹的嘛，一定反弹的嘛，果然也站回去什么，就是我之前跟大家提醒的9160之上，好，9160之上，这就代表说大盘的多头格局没有改变。现在跟你公告好，今天要被操作哦，很多投资朋友还是哦，一定很害怕，一定要等到手上的股票解套，你才满意。但你的股票要解套，真的说实在。真的坦白讲，你唯有换股的机会最大，因为当下真的，大盘在大跌的过程里面，尤其这个月，你只要给自己一个机会，掌握一档单紧就可以了。到昨天大盘涨，它也创新高，反弹了，大盘反弹也创新高，大盘再来到9133，是谁救了你？也是单紧。原则上，大盘从这一波来到9593，你拥有单紧的还是赚钱。所以这个回归过来告诉你说，是在股票它有一个形态的，它是有规律。我一直跟大同朋友说，你只要认清这个事实的真相，不是说很茫然的。因为投资朋友现在当下来讲，我就跟你讲说，我一直要今天一直要进来跟大家讲，你要反败为胜，你要关键的密码在哪？股市它有一个密码，就是你散户有一个权利赚钱，你的 mega 在哪里？实际上最重要，我就跟你讲，为什么我是跟你讲单紧？如果你看不懂，就你觉得何怀真很可怕，他已经警示了。这张股票说实还是跟你谈，但是我跟你谈的东西，哪一档股票？我不敢说每一档股票都很棒啊。最少当下你跟我这样一整年下来到现在，我哪一档股票说实在的，十拿九稳啊。有一些股票赚不多，我也跟你说声抱歉。你来找我，有时候我也帮你做个。再重新调整啊！有时候你在电视上在等等等等做价差，真的说出来，你就拘泥在那个几块钱，说出来反正都是你的损失，对不对？实际上这波行情你好好把握，单紧不是唯一的，而且我今天要跟你谈的时候，你今天一定要把一些股票，尤其是手上有超过5档以上，你拿来换，你马上就赚钱，你不会赚我帮你赚，而且开盘前好好掌握盘前的规划。因为你开盘就要了解这个股票的一个，像你开盘很重要，开盘你要判定，你为什么会套，就是因为你开盘看不懂，你只看盘中的变化，哎呦 key 啊乐，开盘定多空，真的这个很重要。包括现在这一个股市上真正的高手，他是开盘就要了解这张股票是多是空，你今天的一个，你今天在哪里要做买进，哪一开盘就知道这张股票不对，他要卖出。你要很清楚的去了解，可是刚好你比较有没有发得到？投资朋友，你现在最大的麻烦在哪？股单紧你也买过，大涨你都没有，哦，对不对？那说出来这种有什么用？就是代表说股票你都赚少赔多，真正喷出的股票你一张都没有，套牢股票你满手都是，因为你掌握永远都是反弹股。所以我一直跟你讲两句话送给大家：股市的多头格局，股票。说实它筑底的时间很长，但是这种股票叫做多头，所以你受不了那个筑底的时间，你要怎么办？你难道不用找专业帮你层层做把关吗？筑底的时间会闷死你，让你受不了，你忍耐不了那个一两年的时间。可它喷出的那一段的话，像单点，为什么这个月到昨天还在涨停板？因为它叫第八个月上涨。费波兰四柱你也学过，好，这个东西说起来是很简单，说刚我今天管在公跑不太精，但是为什么到现在我一定要跟你讲，你一定不能去看坏单紧，包括到现在告诉你说，实际上你可以赚，它是有规律的。为什么这个月单紧这么强？实际上很简单，就是你学的费波兰系数1358，它第八个月的上涨，你叫它怎么会跌呢？尤其在大盘在当下这么样烂的情况下，一定有，因为它就是多头，所以会有股票持续创新高，更要让你什么恢复信心。在多头格局里面，不管任何的行情，一定有股票创新高，你一定要了解这件事情。所以为什么到警示还是涨不停？因为它就是多头格局里面很重要的一档人心的指标股，而且它这个叫第八个月。所以坦白讲，现在是今天是9月18号，你直接到月底。有任何急跌，如果我是你单紧，我一定站在买方。我只能这样跟你讲，那你就听得懂。我每次都跟你这样讲，你每次在苦口婆心来攻，你都不相信。到月底之前，单紧都很 OK 的，能赚尽量赚。那你说哇，我那可怜，老师那涨那么高，那没关系，我还可以找出像单紧一样的股票，
也蛮 OK 的股票，但是真的很可惜，最强的就是单集。当然要你要说啊，老师，毛给拿我这样谈，有也有，那你要把你手上股票拿来换，我可以找出很多比你手上好的股票来得好多很多。单单凭着昨天当下来讲，早上我怎么跟你讲，我说这行情就涨定了，你就差点要学老师。可是你前天跟我们讲说行情会涨，就是因为昨天行情本身跌。就是昨天行情本身的会上涨这么多，急速的上涨，就是因为前天本身它的一个超跌。在股市讲好超跌，反而是很好的时间，那就是所谓什么破底翻嘛，超跌好就有超利润，所以这个地方你要好好把握。9160就是没跌破，假跌破嘛，所以常常说跟你讲啊，公安明白，然后听了我几遍了，好，我只能跟你这样讲，然后说少说过，当下切记你。大盘这个地方哈，虽然昨天没有涨了很多，但毕竟它量什么？它量出来了，814亿，哈。那所以说量小绝对不能做空，你做空口袋会空空哈。尤其这个地方来讲，那空头股票逢反弹，我跟你讲说，空头股有个特性嘛，你看不懂来着，它反弹的时间很长，很久，所以常让你套了不知不觉，要常常它都有反弹波。你要在它反弹波的满足点把它卖掉，可是因为每次反弹都没有达到你的预期，所以常常空头股就套了不知不觉。什么叫空头股？最大的代表，你好好去看宏达电，好好去看看那个 TPK。好，啊，如果你在，因为电视节目我没有办法跟你谈这么多，你如果想了解再进一步的话，你到现在听不懂会来找我。我就会跟你讲清楚，我宏达电跟 TPK 是完全在电商公开送给大家的，那多可惜，都可以赚钱，你马上卖掉也是赚钱的，对不对？也是赚钱的。那单井这个地方是十足十的，如果严格讲起来，它跟当初的宏达电在大涨那一波，宏达电涨几个月？涨13个月，来到1300，你好好去看清楚，单井8个月。好，所以说很多股市说技术线型，说让你看化繁为简，你不要看得这么复杂，你就很好赚钱哈。啊，单井这个地方来讲，接下来跟大家讲，这个地方来讲，你买到都赚钱。包括昨天来讲哈，只是说昨天来讲，你敢开盘买还是赚钱，到现在还是跟你讲，今天说实在，最好你指望它有急跌，警示都不急跌了，我什么办法？到月底之前，这张股票赚点小钱一定有的啦。它要跌，也要等下个月10月份才会什么，才会有修正。这个月准是什么？我认为它相当的安全，它已经涨势确立嘛。那一个涨势确立的股票，你何必在那边多做文章嘛？对不对？它要跌也是下个月的事情了。哎，坦白讲，因为什么？下个月8个月没转折，一定是下个月嘛。那下个月什么情况之下，它会有呈现一个什么一个满足点？这个你也要来，我知道。我可以领先告诉你，如果你想知道，你可以来找。但是现在当下只能跟你交代这个，9月底之前，单井都是很 OK 的。好，这地方其实很可惜，它再也回不去，回不去8月底的93块了，安尼两年了。好，我也跟你讲，务必拉回在130线左右，就126。那天有一个126.5，那个地方就在这边。啊，严格讲起来还是一样嘛。强势股拉回30线，你做多就对了嘛。啊，如果有这个地方来讲，要送给大家，这也没什么可讲，因为毕竟这张股票说实在就是这么强，涨了61%。盘面上现在最强的多头股票，最会让你赚大钱的就是单井。对，就是单井，还是单井。哦，没有没有。所以说话又说回来，像这种阿寿皮鞋这种股票，哈，说到投资朋友，你就是很喜欢新上市。像这种股票，你看你买的。挂牌，大家通通电视上都有，结果连跌2天，都不敢跟你讲了。就虽然说这种节目，就是说跟我有什么不一样？我最少这种股票从来没跟你讲过，不能买，为什么？就没有为什么？这种现在新啊，这刚刚挂牌有什么稀奇的啦？都人家都已经挂牌，就已经准备要筹码要放出来市场，你才去买它，所以这种股票不能买。有一档股票今天说实在，或许你手上有哈，我要恭喜你。你一直问我说：“老师，单井第二在哪里？”啊，你的第一，说实在，单井第二在哪里？好，单井第二，好，说实在，目前还是单井，但是有那种味道的股票，有一档股票我觉得还不错，叫做安可。你说为什么它不错？它跟它一样被警示啊，
所以多头股票有个特性在哪里？只要被警示的股票，就是什么？就是最大的利多，就反而涨停板。对，你说老师它涨很多呢，对啊，涨到被警示啊，但警示又怎么样？助长它的涨势，这种股票基本上就跟单井蛮像的。所以这种股票基本上如果有跌哈，你哈，我认为哈，如果我是你，我会站在买方。啊，这种不跌，说实在的，实在以目前来讲，这档股票你去看它的那个，它这个股票形态，它跟单井是不一样，但它有它的规律性。毕竟一样，这档股票到9月底之前易涨难跌，我就把答案就标准答案给你啊！你不要说老师说涨停板刚刚供，对我这个人就是跟别人不一样，不会涨停板跟你讲说，你看你早上来找我买到多好，我现在跟你讲这个还是机会，只是很可惜它创新高，我知道也被警示了，但是毕竟这档股票还稍微有点像单井的一个样一个走势，当然最好的还是单井好，所以有时候投资朋友说什么第二、第三。其实很多东西就是唯有第一，没有第二、第三。但真的严格讲，但我们也不是说鼓励大家一定要追高哈。但你一定要好好保，因为这波行情真的说实话，你一定要拼回去。因为为什么这次要跟你讲的这么真实？而且很多股票尽量找一些很强势的主升段的股票给你，因为你唯有这样才可以补你之前的一套牢的股票。因为这次从9593下来，很多人看我们的节目，说实在的，因为没有办法哈，已经爱在用，阿乐已经跟他已经站在一起，所以什么？都赔了一倍两倍，到现在又还是赔钱，但是一直在想在这股票上多做文章。我只能跟你讲，那个时候已经空头了，人去楼空股票，你唯有什么反弹时间很长嘛。如果你真的舍不得，就常常反弹的时候的满足点做卖出嘛，只能这样子。我是不会买这种股票了，哦。但是基本上，如果你真的有需求，就空头股票就反弹时间很长，常常机会让你反弹，你也不用急，哦，你好好把握就对了，哦，只能这样子。因为毕竟现在行情是。再往上，所以我也跟你讲说，空头就是翻，都已经翻空为多了。你，那你这个资金如果听得进去，我觉得安可这张股票到月底之前，我觉得不错。好，那你如果有触笔想了解它这个月的它的一个未来的走势，我可以跟你谈一下。但是毕竟它这张股票输单井输太多了，但连这种股票都警示都会涨停板，你认为当下来讲，你可以，甚至我可以跟你讲，去找那个被警示的股票啊。那就是多头的特性哈，但是真的就是这多头的特性。这种股票，包括说实在，你说稳定，实际上我的股票也很稳定。现在从这一波9593下，我刚单单跟你讲一档爱讯，毛 K 五乐，啊，你只要逢拉回来，在接近在下跌的过程里面，你在这个这，是不是它又一红吃三黑的啦？有机会给你上车啊，你就一直这惊啊这惊啊。虽然有时候有说投资朋友是你不要做动作，你要做动作，你来找我，早就都赚钱了。老师，要问股票，老师，我要等我赚钱再来找你，没关系，你可以慢慢看下去。但是你要等到你的股票解套，那说实在，有时候我也没有办法。就像有些人也套了一些股票来找我说，老师，那以前我有一档那个创意怎么办？那你这个时间点，有时候它是多头格局股票，但是毕竟它在，我常讲多头格局，它主底会很长嘛，你等不住，你何必利用？哎呀，时间也没够，你拿来，我先跟你说一声对不起，好不好？没关系。创意哈，包括中美金，我都一定要跟你交代一下。所以你有的没关系，都拿来哈。这个地方股票，基本上这种股票基本上它在筑底哈。那我没有办法哈，我不是市场上的主力大户，我只能跟你讲说，我有办法帮你赚回来哈。那这种股票基本上筑底的时候，就是时间很长，但它绝对是十足的什么？它不是空头嘛？那这种股票你要给它时间，那马上要上涨，你要等它时间到的时候，我一定会跟大家。告知，但当下来讲，有更好的股票，有那种已经确定，就是不只是筑底完成，不只是初生段启动，它是一个主生段喷出。像你赚钱，如果真的你是一个高手中的高，你最喜欢买的就像单井这样的股票，因为赚最快，而且最没有风险。所以当下我利用这种方式告诉你，这种样的股票可以补你。之前不小心好套牢一些很多股票赔一倍两倍，我有这种股票，你可以一次把它拼回来。我跟你讲真的，那当下来讲，这种股票基本上我有单井给你，你也看到了，对不对？单井我其实天天跟你讲，好，你没有了没有关系，好，最少爱信这种股票还在走它的一个初生段，好，初生段的股票就是慢慢来嘛，进三退二嘛，啊，一红吃三，这种股票昨天又涨停板。哦，所以股票它的形态，我一直跟你强调，你要先搞清楚它的规律性。所以很多股票你手上抱了一大堆，
啊，因报而报，因套而套，这太冤枉。你最少你找个专，我在电上跟你谈的股票不是很多档，但是你私底下手上这么多档股票，你一定要找出股市的关键密码，帮你自己做解套的动作，不是因套而套啊，卖差不一样。你股票超过五档，我欢迎你今天一定要务必把电话打通，因为当下说出来都有一档，连安可都可以涨停板哎。爱讯也跟你讲过，股票在这波9593下来9014，我告诉你要做买进，你没有跟上，现在也跌回来了，再次的跌回来，有没有破底？没有嘛。上次你可以买在64、65、70块以下，这一次呢？这一次你要买70块都难上加难。他这就是所谓的初生但进三退二，昨天不小心又送你一根涨停板。我跟你谈的股票哪一档获利细崩了？一两档股票不好，你也要让我知道你人在哪里，我帮你做个什么调整嘛。好，最少这个样，你信得过我的话，帮我做调，我会帮你做调整。那还有什么好的股票？好，这个地方当下来讲，一档一档来，不要急。好，那你手上的股票要先处理。好，听得下去也欢迎你把这个电话拨通。好，这里面来讲，我们的最大的优点在这，我们的团队9点钟就可以告知你判断你的股票的未来性。你一定在这个地方要给自己加把劲，救一救自己，好，不要让一直让你的股票套得不知不觉。这个地方你要把钱拼回来了，再找一档单你这样股票，你会拼得到吗？你一定拼得到，而且我跟你讲，这个月 OK，安可也是 OK 的，这个送给你赚，不要追高杀低，好，这个地方来讲，好，最后我跟你讲一个，那像这种股票还有没有？一定有，欢迎你把电话打进来，然后希望你一定要勇敢的把手上的股票拿来换，好，这地方包括我连我的创意。我也要换掉哈，因为没有办法，因为涨得比较慢，这个时间档不等你了。包括中美金，如果你手上有套牢哈，你现在资金部位不够，好，没关系，你拿过来稍微跟我换一下股票哈，我来帮你做处理，我一次帮你做层层的做把关，也欢迎你把电话拨通哈，因为你等不住，你资金不够，那也需要赚点钱的，我们要以股换股，我会帮你做个调整，好，欢迎你把电话拨通。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迫不及待享受 HTC 新蝴蝶机之美，一见钟情，爱不释手。全新 HTC Butterfly 2，享受瞬间极速是奢华的，享受整夜美好睡眠是极致奢华的。席梦思轻松圆梦，分期享乐，每期2999起，限时优惠，即刻行动。有资讯尽在亚洲投顾手机 APP， 咨询电话02-2578-37772578-3777。小小一滴，一口舒无糖薄荷滴，饮含嘴里。威力无比，给你清新带劲的好口气。一口舒无糖薄荷锭，清新带劲的好口气。德奈清新双效漱口水。全新福加木糖醇双效配方，能修护受损珐琅质。德恩奈清新双效漱口水能预防牙周病，不含酒精配方，口感温和不刺激，能有效降低蛀牙率30%-50%，给你清新洁净好口气。德恩奈清新双效漱口水。小姐，不错啊，你也不赖啊。我55啦，叫我姐姐。千层活力不够用，代表营养有漏洞。请银保善存，添加叶黄素、番茄红素，增量 B 群，给我青春活力。阿贝 ，No No No， 叫我哥哥。是哥哥。全新银保善存。
又回我们第二个单元哈，所以像有些投资朋友说，有时候资金上部位比较困难，想买一些低价位股票，那低价位说上你就要什么，要耐心等待它的什么，要抱得住嘛哈。这个地方来讲，要给它时间。有的股票这样，你要放远看三个月之后，有的三个月不涨，就再往后看半年，只能这样子。这个东西真的是，那一次给你逮到一次机会，像单你这样一次拼回来，所以这两年都值得。但是毕竟市场上涨的好像神话，要做到是很困难，所以这就是你要找一个专业。长期的帮你守护你的股票，而且股票一定不要多，好，你短中长线的股票各一档就好了，各一档就好。当然我们是希望说你买对一档就够了，买对一档股票就要像丹尼这样股票，本月份只要做一档这种喷出的股票就对了。那有些股票它是投资，就像宏杰科这档股票，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多头格局回档的一个多头格局，它是整理会整理嘛。整理到24.6，如果再有这种机会哈，我劝你一定要上车。好，如果我是你，一定会上车。我就买到24.6，啊，这就是投资。那你说老师要没多少去？一旦火力量跌，这两天大盘是跌了300多点，而且宏杰科这张股票基本上它的基本面大结构的一个调整。那这种东西就是说，有时候你股票抱不住，所以有时候不是老天不给你钱赚，是你自己不知道你现在买的股票是要现买现赚。现买现赚，你又没有勇气追高单井，你就说哦，安可在警示我不敢买，对，是不是这个问题大？所以你很多东西你放下，你有些很多的盲点，因为你学太多技术线型了。好，我何怀正唯一的优点，我跟你讲老实话。好，你也看到我的节目，我什么，我东西都跟你讲得很清楚，不对就不对嘛。就像说这一次创意来讲，它就真的很慢，很黏的盘嘛，你拿来换，我会换一档什么股票给你。像昨天来讲哦，这个宏杰科就跟你交代，我到这边来讲。等于这种股票基本上就是这个地方，就是接近这个地方都是个买点。那你要赚多少，你自己考虑。那包括你这种股票，慢慢给它等到，认为这张股票基本上它是一个多头格局架构非常的完整。好，这边来讲，那至于金宝就这样，已经回撤这边，回撤找买点一样。好，这种股票都是多头格局的股票，我认为本月份到月底之前，你要赚点小钱，这种股票反而你给它等待一下。我认为都是易涨难跌，而且要赚多赚少取决在你的格局。老师，探底空能够就那没有办法，因为它就底部形态的股票就是慢慢来。好，那我会找一档像什么，像单井一样股票给你。我在电视上公开跟你讲。好，那包括创意的部分，是因为它太黏了。那太黏，因为当下行情已经在做走，要剩三个月，有时候很多股票当下大盘在往上走，我是建议你换股。好，如果你资金部位够，你可以保留。你如果股票真的就100,000,000资金，我建议你拿，你可以稍微换股一下，好，这样会快一点。等到你这边赚完的时候，再回过来看一下，搞不好整理完毕那时候，你进场的时候，它一次就拼回来。好，这个地方就是跟时间赛跑。我跟你讲的是老实话，要完全要在意。所以我才跟你讲说，停损这种东西没有对跟错，完全取决在你自己的一个资金的部位的水位。好，还有包括这个地方当下你的确有压力，那当然就是要停损。又没有办法哈，这地方股票市场说实在，没有说所谓的一定没有停损，或是一定要停损，因为完全取决于你个人的一个口袋深不深。最早何怀正的股票真的说实在从来不骗你的，好，也跟你追踪到底。因为电视机观众说实在，因为我都还要跟你报告一下。那至于当下来，昨天实际上就是碰到就是有人拿创意来找我了哈。实际上我也跟他讲说你卖掉吧，因为的确它比较慢哈。因为这次我叫你买在76、78，那的确84.5这边你没出掉，我们出掉了。那你没出掉的话没有关系哈。我跟你讲没有关系，这种股票基本上他搞好公司，但是基本上他是想说能换股，因为他想要像丹井一样的股票，我给他哪一档？因为昨天丹井实际上也涨蛮高的，我是没有叫他进哈，有的当然只能续报，我给他就是这档，我们帮我们的新会员就是这档叫细创，我提醒你，这就是我昨天给我们会员的一档新的礼物，也这边直接跟你公开80164细创，好，他也刚刚创新高，你说哇老师刚创新高，你跟我没有，这张股票实际上在64、65的时候，你人在哪里我不知道，我们有些股票也在布局，那时候说实话你也不见得会看他一眼，但毕竟我今天跟你公开讲细创，这张股票我认为值得你换，好，这个东西送给大家。那基本上你来的话就是要做动作，那有些东西你做不出动作来，可能需要有人在旁边帮你做一个什么，做个一个层层的做把关，你总是要了解一下说你有个信心，好，要推你一把，
最少你找我全程我帮你做负责，因为当下这行情你不要开玩笑，因为它是个好坏很分明的地方。如果你要继续买那个空头股，你自己去买。好，我没有话说。好，很多人也拿这张股票来问我，老师杨华后，他摆明就是空头股嘛，他那凭什么讲？他在我这边马上给你，我昨天就救了一个，我说75块，说实在的，他严格讲77块那个地方没有站回去，他没有办法有任何的表现，都是反弹嘛。你自己看他线型，是不是就是那个？你自己也会看线呢、啊？你要论线，我跟你论呢、啊，对不对？好，这种股票基本上就属于反弹，常常会有反弹，反弹的时间很长，你自己自动好好把握它反弹的满足点，把它出掉。我不太愿意讲这种股票，因为这种股票基本上我知道都是我们前前后后节目里面的一些好朋友的股票，这样讲也不太好意思哈。这边来讲，但是只是说提醒大家，包括 TPK 来讲，你问老师那 TPK 又涨了，这种股票也是空头股，你找时间把它卖掉。这因为大盘现在在反弹，所以空头股也会反弹，你要把它卖掉。这种股票不小心，我认为再一次给它跌破180块，马上就破底。为什么要破底？它本来业绩就不好，为什么不破底？它，你自己去算它的满足点。如果你有幸运知道哈，这个地方说实在，你来找我哈。那这张股票为什么买细创？你就听下去就对了哈。8016的细创，我认为它的业绩相当的好。那为什么？因为这是感测。他这个他是做 G sensor 的出货，那因为他在大陆是自有品牌的，好，所以基本上这个股票就有贴上目前全世界在一个产业结构的改变之下，他有相对他利基。你也知道到年底平板包括手机，好，一定多少有个需求性。那什么呢？感测的 IC 基本上是一个必需品，何况他的一个饼很大。当下这种股票，如果我不是叫你追高，但有机会的话，记住我跟你谈，这是我们跟目前新的一张股票补给大家。那你手上还有很多股票，需要有人帮你层层的做把关，勇敢的把它拿来换，好，这个地方你才会有机会换股，你就有机会。也祝大家顺利，明天见。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谨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Commence conformity protocol. Engage vehicle distribution. It's in your pocket. Level 5 offline. Luxury never felt so liberating. Introducing the all-new Infiniti Q50. 魅力无限 Infiniti.三大安全评鉴最高认证 Q50 168万元起，超越大盘，领先市场，挑战自我，掌握行情。市场的常胜军亚洲投顾拥有一流的分析师阵容，坚强的研究团队，准确的多空操作，稳健的获利绩效，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资组合。亚洲投顾带您迈向不同高度，开启非凡人生。您财富的管理专家，亚洲投顾，亚洲投顾，珍惜所托，真情照顾。咨询电话02-2578-3777，2578-3777。内饰精油香氛沐浴乳，蕴含茉兰花甄选香氛，持久迷人，极致沉醉。甄选香氛，恒久萦绕。牡丹香氛全新登场。Just a little lux。小小一滴，一口舒无糖不。